冯提莫啊，首先跟你打个招呼，你好哈。你好。今天特意把你请过来呢，不是来玩的。为了拯救广大的吃货，所以今天你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挑战。你要仔细听好我这段话了哈。今天呢，我们要让广大吃货放心吃、敞开吃、痛快吃，再也不用担心胃不舒服。所以你会面临四关闯关任务，要分别打倒油、辣、冰、胖这四大对手。只要你挑战成功，吃货们就有救了，好不好？我先给你第一关的任务吧，来，加油啊！好。任务一，找到夜市中带有最大油字店铺，搭讪最油腻的老板，达成任务取得灭油兵器。所以导演，我现在是要找最油的店铺吗？对。那我要开始找了。来，我看一下你的话筒。哎 ，OK， 好，开始找你最油的一家店，好不好？把声音放出来，让我们听到你在说一些什么。给你一个新的麦，我要拿的是。嗯。Hello。哎，好。这个是即食包饭。请问你们这里，是最油的店铺吗？最油的。对。不油啊，好，好吧，不好意思。很新，鹅啊，这是台湾的小吃。哎，请问老板，这个鹅，这个叫什么煎？牡蛎煎。鸽子。哦。台湾叫鸽子。这个会很油吗？不会。不会很油啊？因为它那个铁板上油，现在铁板上吃起来就没油。可以给我煎一份吗？可以。啊，谢谢。我暂时找不到最油的东西，但是我想先尝一下这个。油煎在铁板上，但吃起来应该没有。这个要煎多久呀？包在蛋里吗？对呀。哦，这个也挺油的呀，油炸的。煎的。好吧。这个是什么呀？花生粉。这个辣椒酱吗？这个来。五味酱。五味酱是什么？酸酸甜甜带点咸味的。酸酸甜甜带点咸味的。嗯。等会这三个都要加的吗？辣椒可以加，可以不加，这两个都要加的。嗯。我好饿啊，老板。这个多少钱一个呀？我没带钱。啊，真的吗？我以为不要钱的。好吧，是老板免费请我吃的耶，好开心。老板，你人好好。我不是老板，我也是打工的。啊，那这个钱怎么办？这个厂长老板。哦，就是林夜市的会长开的店，所以免费吃没关系是吧？大家都来这里吃。跟你说，因为有很多观众觉得你这个表现太自然了，感觉我们在录播，要不然你现场即兴来一段，随便说一句话，证明你是在直播就可以了，好不好？Hello， 现在时间是北京时间，8:45。对，晚上8:45，我是冯提莫。Hello， 我在吃夜宵，你在干嘛呢？不是录播。他们认为是录播啊。对，太自然了，他们觉得。那好奇怪，因为这是摄像机在拍我，所以就是可能。不是直播。
手机那么自拍的感觉，我现在看不到我自己的样子。对，可以拍一下老板，他说他很帅。可以了呀，可以加酱吗？谢谢。要不要辣椒？一点点。辣椒比较咸。好，谢谢老板。小心啊，那好。好的，好的。这个我想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吗？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哎。那我们给导演吃吧。我帮你端着吃啊，老师。我闻着很香。想不想吃？我尝一下好不好？好。这个辣椒酱看着很辣哎。小心哦。我的胃有点不好，就是现在吃不了很辣。天哪。吃一点点。好。这个一点点是真的一点点。哇，这根本就是没有。我嚼起来。好，等一下啊。好不好吃？这辣椒酱好好吃。好，那可以拿着。导演你吃。导演没手吃了。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等会儿再吃。好，等会儿下播再吃吧。我要找最油的店铺。哎，老油条烧烤。导演。啊哈。这个应该是最油的店铺吧？你可以问一问呢。老板，老板好，我是 Timo， 然后我想问你，这是最油的店铺吗？啊，油是油，烧烤没有油是好吃的。我们的烧烤当然是最油的哦。那这是最油的店铺了？我相信应该是这个夜市里最油的一家了。哎，那等于说我找到了，听说你要给我任务是吗？任务嘛，吃完这一餐再说了。啊，要吃完啊？这太多了吧，可以吃一口吗？先吃完再说吧。老板你太绝情了吧。我要吃完这个羊肉串，好大啊。我觉得我可以，我吃一口好不好？我吃不完，我等会儿还要吃好多东西呢。好吃。好好吃，老板怎么样？好吃吧？好吃。那当然了，烧烤一定要油多才会好吃的嘛。老板，我有什么任务要做的呀？任务嘛，当然是要等你吃完了才能知道啊。我吃不完。那就要吃你多多加油啊，加油！我可以请人帮忙吗？帮忙啊？哎，要不你问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帮你啊？导演。导演吃也可以，大家洗洗吃也可以，你想给谁吃就给谁吃。大家洗洗可以帮我吃掉吗？好吃不好吃？好吃不好吃？六六六！你两个外星人吗？没有啊，他们长得要吃完啊，吃完啊，吃完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哇！哎哇，好棒！任务来了！刚才你吃完这一串羊肉串，一共用时。1分03秒，这么久、这样的话，你就要把63根竹签投进我们的湖里，才能完成你的挑战。这才是任务吗？不会吧！来，我们来看一看你的竹签。这么多啊！对呀、啊。我要怎么投呢，老板？来来来，你站在一根线的后面。然后嘞，这就是你要投签的湖。啊，哇，那么小啊！哎，那么小，我怎么投进去？这太为难我了吧，老板。先试试看吧。好，试一下吧。不能超过这个黑线是吗？还不行。还要试啊？再试试。气定神闲。让我消化一下这个羊肉。哎呀，现在投不进去。哎呀，很近哦！要投完吗？直到你投进就3根为止啊！好。哦，看真的难度有点高，要不你再问问看导演哦。真的吗？可以求助吗？你问问看吧。导演。哎。可以求助吗？可以，你有两个很好的小伙伴，还记得吗？达达、西西吗？你可以问一下他们，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你。哦。达达、西西，你们可以帮我吗？帮我投一下这个。帮我做一下任务啊！
啊，为什么不行啊？开动脑筋。啥？啥呀？什么意思啊？啊，导演，去找导演。哎，导演。达达西西其实提示的很明显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让广大网友拿起手机，在电脑面前帮你发送一些关键信息，帮你降低难度。很简单。什么信息啊？要求呢很简单，我需要一会儿在我们的弹幕里面，30秒持续的彩色弹幕，上面要出现的字是“胃不痛，痛快吃”，持续30秒弹幕，我可以帮你把难度适当降低。你有信心吗？胃不痛，痛快 吃，就这六个字是吗？对。一定要彩色弹幕吗？全屏弹幕可不可以？对，我就是要全屏的。是的。对，30秒啊。30秒，很难呐、啊。很难很难，我也不跟你再讲了，试一下好不好？先试一下。好吧。试一下好不好？嗯、看广大网友的。那哪一个是镜头呀、啊？可不可以你们在那个直播间，然后呢，用你们的弹幕打出“胃不痛，痛快吃”，然后这个6个字，然后呢，在直播间，然后就是刷30秒，然后嘞，我就可以让达达西西帮助我。通过就是过这一关，然后呢，应该会用更好的办法，好不好？拜托拜托！再播一波，再让他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啊，他们应该是在刷了吧？表演会不会有点好的效果呢？不要！不要！来吧，三个胶麦克风，不要！不要！也不要！那笑一下，可不可以？嘿嘿嘿嘿！哎，弹幕在讲啊、哦！真的、哦？啊，真的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帮我刷弹幕。好 ，OK 啊，我现在就看到了，这是实时画面啊，没有停过哦，一直在滚动哦。哇！所以说你完成了30秒啊，持续不断的彩色弹幕，这一关的任务是完成了。所以作为导演的我呢，可以帮你适当降低一点难度。那个桶看到没有？我帮你换大一点。好，谢谢导演。好不好？换大一点。来，麻烦老板换一个大一点的桶，好不好？哎，好。哎，我看到大家在刷弹幕。再试一下，要不要？哦，我那我再。这个也不算大哎，大了很多了，翻了5倍不止啊！我真的大很多、哦。好吧，试一下。哎，不要乱说，再试后面的。哎哎哎，好吧、哎、好吧。这个不行，导演。好多多了嘛，再试一下。好吧。这哪里好多多了？我还是没有投进去。你看，不行、啊。点点。好为难我。哎呀，来来来来，站稳看病。神通广大的，对哦，达达西西可以帮助我吗？帮助我投一下这个竹签好不好？因为我一个人投不进去啊，又要问导演呀、啊。你不想问我对不对？那我不告诉你通关秘籍好不好？导演，跟你说，我先告诉你下一关我给你的奖励是什么。嗯、如果说在这一关你可以完成我的任务挑战，我把你的距离拉近整整一步，好不好？两步。两步，你有多大？两步。我腿很短的。这次韧带很好，可以有两步。我的腿这么短，两步很小的。两步就两步，好不好？好。但是这次任务不一样了，不只是30秒了。那什么？1分钟彩色弹幕。你太为难他们了。两步，要不要考虑一下？两步。你们可以帮我刷一分钟的胃不痛痛快吃吗？对，一分钟。导演的锅，他非要让你们刷一分钟。要恨我就恨我吧，我就是导演，我就是这么讨厌你们，赶快刷起来好不好？然后让我上前两步。对，给你看一下那我看一下好不好？你让我看一下他们。嘿嘿嘿，我看到了，大家看，好开心啊！看他们都在刷，他们一定会继续刷的。你就让我走两步吗？你怎么知道会继续刷啊？现在才过了20秒啊！他们很听我的话，我是相信的啦。对啊，那这样吧，先放一步试试看好不好？你们不要停哦，停了我就不让他走了。那我这一步要跨很大。这你不能跳啊！我跳也跳得很跳的、啊。我最多跳50厘米，好不好？好，你们这边弹幕不准停。啊，这是5步了，走步了，步往后退，重走啊！哎呀，怎么这样？跳，快，重来一下。好吧。不然弹幕停了就不给你了。怪我脾气太好。不能停啊！要不要再讲一波？哎，我穿着裙子不方便跨步。这个很尴尬。步了都有。哎，那这里好像应该好不好？就这里，好不好？再来试一下63根，好吗？弹幕不准停了啊！你要看着的啊，停了我就不让你往。不要这样，他们手会很累的。他们手会很累啊。对啊，这一直打的话手会很累啊。那最后10秒好吧，10、9、8、7、6、5、4、3、2、1。好了，你们可以休息。这个距离再不行我就看不下去了啊、哦。我这个桶孔太小了，给我试一下吧。再试一下。哎，左边的脚，左边的脚，右脚在干嘛？哎呀，那一点点。啊啊。导演，你不要欺人太甚！哎，62根，第一根，
还有62根，这么多啊，又到了。哎呀，还有62根，真是可惜。还有61根，太难了。还有61根，还有61根。好，还有61根，要不要？要不要想办法换台？那我叫达达西西帮我可以吧？对啊，达达西西。对啊。再问问这两个。哎，他们的腿比我长。也可以，但是他们只能带这根线哦。哎呀，那不行啊，就跟我一样的，跟我平等，不行，不能再那样。那不能再往前了。那就在这里。好不好嘛？西西在这里，因为他们是男生，而且比较酷。男女平等，他也跟我一样。一分钟再坚持一次，行不行？我们说导演好，导演你不能这么欺负人，不然我不来了。妈，真的不来了。妈，试一下，试一下，一分钟才做，胃不痛痛快吃，好不好？不要，你不要为难他们吧，就十秒。题目这么美，你们愿不愿意呢？肯定愿意，对不对？他们愿意，但我不愿意让他们再那么累。我知道你心疼他们，可是他们一定会自愿发过来的，你相信我。好不好？还是一分钟。导播，你可以拍一下导演的样子，他们下次去打你。你这样，我就要这样子了。让我求助一下吧。可以，达达西西先在这里，好吧？得先有一分钟弹幕才可以。达达西西，你们帮我投一下，就站在那个位置，然后投一下那个竹签，好吧？肯定可以的，你们腿比我长。谢谢。Thank you。达达西西，你们太靠前了，往后一点了。对，黑线后面呢？哎，对，小女生就算了。大男人投不进，丢脸了啊！来啊，试试看呢！来呀、啊，快点啊！不要太怕了。哇，你偏得比他还远呢！哎呀，导演让他们往前走一步吧。再来，好不好？再坚持十秒的弹幕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哎，你们可以往前走一步了，达达西西。他们不想往前走。你们往前走一步嘛。你们往前走一步嘛，好不好？好不好？到这里。对，不然我过不了关呢。再试一下，要不要你们三个一起来试一下？哎，不要。放过你喽。老板，你也帮我投一下啦。老板不理我。老板明显尴尬。老板明显比较投一张准，看看。哎呀，差一点呢。老板，你怎么戏这么多？老板，我真的看不下去了。不好意思，我也看不下去了。我作为导演，我真的看不下去了。来，提莫，你来。我干嘛？接下来呢？我这个要求真的是很低了。干嘛？只要十秒钟，再十秒钟弹幕，我给你换个巨大无比的桶。我翻白眼。好不好？好吧。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射头。可不可以？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样还要吐槽导演吗？这个就不吐槽你了吧。但你有点过分。哇，来，这次我让你们一起来，好吧？来吧，看样子，来吧，这一把都。那我一把可以就直接一把，好吧？可以啊，只要你全部扔得进去啊。耶！还差一点点了，扔进去了，三十几个。怎么还有啊，老板？这么大一个桶呢，是不是应该站在线后面来了？哎，就这样当做没看到不行吗？对，对。好。对，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屏幕终于闯过了第一关，给你看一下实时的信息，很多人给你送礼，有没有？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哈，所以说第一关挑战成功呢，我们就要让提莫可以拿到我们这个通关的一个彩虹棒棒糖。要给我个棒棒糖。彩虹棒棒糖，千万不要丢，也不要吃哦。啊，这是通关的重要道具。那我回去吃。OK， 来，稍等一下，来一下。我拿到第一关的通关图，哇，彩虹棒棒糖。比脸还大哦！哦，恭喜恭喜！谢谢老板。下一关能够顺利闯过。我这个是打开的，好黏。听吗？谢谢。我发现你作为一个女生，虽然说自己胃不舒服，但是吃了那么油腻的肉之后，你好像没什么事情，对不对？没有，我感觉你的胃还不错，其实。我其实都是盯住的。盯住。就有点干吧，就其实有点胃有点不舒服，因为太油了。你胃不舒服？对，我胃不好。哇，你要不要问一下你的好朋友达达西西？你达达西西，就是如果我胃不好的话，应该怎么办呢？你们不会说话吗？咦，怎么了？你们两个在想一些什么？达达和喜喜，他仿佛在给你提示，对不对？哦，就是胃。
提莫吃的烤肉串虽然特别特别好吃，但是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油腻，也让我们的提莫胃不舒服了。然而益丰大药房就在旁边，达达西西赶紧去帮他买药吧。原来是一个广告。啊哈，可以休息。好吧。呀呀，给你的胃开点药 ，homie。爱吃这一群人，面对美食我最虔诚，拼命享受每一顿，可是一点没分寸。先吃麻辣烫，再跑去撸串，啤酒要冰镇，辣味要疯狂。可是他们的胃，哦，他们吃太辣味的，他们吃太油味的，他们吃太烫味的，他们喝太冰更疼啊！面对美食我最心疼，这可不是来卖萌，这个问题很认真，味道脆弱好郁闷，到底什么办法有可能让我们护好胃？哎，逛吃逛吃，做个快乐的小吃货。我知道了，你们一定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小伙子啊，不要觉得自己年轻就可以随便的胡吃海吃。油腻的东西呢，很不容易消化，这样呢会让我们的胃产生很多的胃酸，胃酸一多呢，又会刺激到我们的胃壁。这样呢，你们就需要一个快速中和胃酸、能够保护胃黏膜的药物，相当于在我们胃部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离我们所吃的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又能够促进修复，只有胃好了，我们才能痛快的吃。来来来，跟我来，你们需要的药在这边。欢迎再次光临益丰大药房。是非常严谨的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的药，法规要求还有几句必须唱，倒数三下我就要唱了，三二一。铝碳酸镁片，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国药准字 H200013410， 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生产。噔噔，我先
是。然后现在我还有三个任务要去做，然后好像第二个任务是什么呀，导演？啊，第二个任务。好，你不要急啊，在斗鱼和天猫观看直播的伙伴呢，可以通过屏幕下方边看边买，边买边看链接，在阿里健康大药房购买答喜，有实用又贴心的惊喜送给各位。总之呢，平时胃不太好的小伙伴啊，家里常备胃药，胃痛防不胜防，提前做好准备，保护胃很重要。各位观看直播的小伙伴呢，还可以卖力点赞，卖力评论，点赞每超过10万，我们就会下一波红包雨。啊，可以到我们的天猫直播来领取红包礼的小伙伴呢，也可以在天猫里面直接搜索阿里健康大药房，点击首页直播焦点图，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天猫直播间。同时，现场还有专业的药剂师可以为大家讲解护胃常识。欢迎各位小伙伴在直播间多多与我们互动。那么，提莫刚才问我了啊，已经成功解锁了任务第一关，那么任务的第二关是什么呢？来，就在这里，请来人去领取你的任务卡。这是我第二关的任务卡吗？对，没错。找到夜市最大的辣子，勾搭最火辣的老板，达成任务，取得解辣兵器。导演，我是要找最辣的店吗？对。好吧，那我找一下。超辣的那种啊。超辣的，现在下雨嘞。这个辣，我觉得这个火应该也被熄灭了。怎么突然下雨了呀？我跟你说，这不是录播哦。不信你们看一下上海外面的天，在下雨。哎，这个会不会很辣？火焰骰子牛，我觉得这个应该可能有点辣吧。老板，你这个辣吗？不辣的呀。好吧，看着好好吃。鱿鱼，这个上面好像有辣椒，但感觉可能不是很辣，是海鲜。哎，又是这里，老板。你好，这个是辣的吗？这个鸡？加辣的，可以加辣，可以不加辣。那你们是最辣的店铺吗？这个年代放的多，它就很辣。那就是你们没有任务给我。好，没事了，没事了，老板，谢谢。那我再去看一下其他的。这个老板在听歌，那就不打扰他了。什么是最辣的呀？麻辣小龙虾，哎，会不会麻辣小龙虾？嘿，哎，来尝一尝嘞！哎，辣的小龙虾嘞，麻辣小龙虾嘞！老板，你不会就是最辣的、最火辣的老板吧？我看你在这里转呀转呀，转了好几圈了，总算转到我这个店来了。我跟你讲，我这里的麻辣小龙虾绝对是这里最辣最辣的。真的吗？有多辣呀？哦，精选749种辣椒，青椒、红椒、野山椒、辣剁椒、泡椒、羊角椒，各种下辣椒都不合在一起，辣的你是通通辣到焦。真的呀？那我可以吃这个小龙虾吗？想吃啊。你来应该是有任务的吧？啊，好像是有任务。顺便吃一点可不可以？那这样吧。刚才刚好有一桌人点了100个麻辣小龙虾，100个剥好的哟。啊，剥好了呀！你帮我把它全都剥好的话，就可以考虑让你吃上一个。意思是我要剥100个小龙虾，没有剥壳的，然后你让我吃一个。对呀。太苛刻了吧？哎，而且完成任务，当然就要接受挑战。100个就这里吗？那100个，那行吧，可以。那你来，坐好。坐在这儿啊，我来给你拿龙虾。我一个手怎么包呀？先放在桌上。来喽，超级无敌最尊麻辣。服了，龙虾，谢老板。哎，等一下，是我包啊，我为什么要谢你？说的啊，来，赶紧了，赶紧了，别让别的客人等急了啊。导演，我可以请人帮忙包吗？当然可以请人帮忙了。可以啊。好朋友没有忘记吧？他们是达达和喜喜嘛？对。要不要求助他们一下？好呀，好不好？好。那我。达达喜喜。达达喜喜可以帮我包虾吗？可以啊。哎，请坐，我在这里。
谢谢。我觉得就算我们三个人包的话，也是很难包完一百只。是啊，对啊。好了，谢谢你们，管你们先剥好了哈，因为你知道有一百只的量还是很厉害的。这里有手套。一百只哈，加油，戴好手套，开干了，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那刚才题目也说了哈，靠三个人好像也不够，哪怕现场所有人加一起也挺累的，对不对？对、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的题目就可以发动广大网友的力量，无论网友们是在天猫还是斗鱼观看直播，只要疯狂评论“胃不痛，痛快吃”，天猫平台每超过5000条，我就帮你减轻一点量，或者是导演亲自帮你一起播，好不好？还会呢有一波大大的红包。那如果斗鱼平台满屏这个弹幕“胃不痛，痛快吃”，天猫平台评论数每超过10000，我呢还会有一波更大更大的美丽红包雨从天而降。如果你们有本事，不仅让斗鱼平台满屏弹幕“胃不痛，痛快吃”，还让天猫平台的评论数超过100000条，题目我就亲自帮你播下。那不用了，你自己说的啊，导演生气了啊，三个人自己播吧。一波啊，看你可以嘚瑟多久。那导演，我可以叫现场的朋友帮我播吗？你看，就这么多朋友在这里，你想要他们帮忙对不对？那我不要你帮忙，我要他们帮忙。他们全部都是听我指挥的哦。是吗？那我试一下。那我叫他们帮我包怎么样？你试一下。行。不能拉到远程控制的，你不能出画面哦。其实很简单啊，只要持续的发。都是你的人。哎，你要不要求助广大网友呢？我可以让我灯光师和我的助理来帮你哦。我只能求大家了。对哦。就你们可不可以就发送30秒“胃不痛，痛快吃”，还是刚刚那句话？对。然后呢，不管是斗鱼还是天猫，他就答应“胃不痛，痛快吃”哦。他就答应我要来帮我包虾。我就派我助理过来帮你包虾。可以。好吧。你们可以帮我发一下吗？不然我这个任务很难完成哎。谢谢大家。你在看吗？太难了，太难了。题目的表现优良，来助理帮个忙吧。啊，谢谢谢谢。咱不谢导演呢。又不是你在帮我忙，导演你也坐下来一起帮好吧。再给导演一点更大的。你就来嘛，你不要再提要求了。你真的很烦，那我要快20只了啊！我要骂人了，我要骂人了，真的。忍住哦。我这个暴脾气。弹幕不停，导演继续帮你拍帮手啊。真的吗？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觉得我们四个人还是很慢。好，再持续5秒，两个平台斗鱼和天猫，胃不痛，痛快吃，就再给你加一个人，5、4、3、2。哎，那个，我抢镜啊，抢镜啊，帮个忙，帮个忙吧。谢谢。我抢镜跟了我20年啊，第一次帮忙啊。多包一点，多包一点。导演做人不能那么苛刻哎，不然大家会恨你的。哎呦，播好了没有啊？快一点！马上。别的客人都等急了，快快快快快！不要着急嘛。咦，看你们两个大男人啊，手那么笨，快快快！哎，老板，我看老板娘，我看你也挺空的哈，这样吧，要不让提莫再给我们多发一点东西过来，你也帮你一块儿做吧。哦，好不好？那可就要看你本事喽。哎，看提莫本事了。啊，我好好的，你看我什么本事啊？好，快点啊！弹幕不能停啊，有很多福利的哦。手有点包痛了，你那个导演，擦一下。天哪，这个太多了吧！等等，重新包。弹幕不要停啊！弹幕一旦停，老板娘就不出来了。哇，有很多人送礼哦。还有很多红包与福利哦，大家加油啊！哎，一直没有停，一直没有停。导演，你不要再控制他们了，他们是我的。导演，我可以吃一个吗？你们说我可以吃一个吗？我播这么多，然后刚刚那老板娘她只让我吃一个。
我今天中午晚上还没吃饭呢。今天期末表现良好，老板娘。哎，你考虑一下要不要当期末吧。哇，吃那么多啊。来帮帮我吧。好吧好吧，啊，为难我了。那我来帮你们一起剥吧。谢谢老板。已经应该快接近100个了啊。还是太多了。哎呀，你看都弄脏了我的手了。你们呢，真是的，快点剥。老板娘可以吃一个吧。吃一个？好吧，就吃一个吧。怎么样，我家的小龙虾好吃吗？老板，咦，你不是应该很能吃辣的吗？我是个假的重庆人，胃最近不好。哦，是哦，胃不好的时候吃辣的是很难受的嘞。嗯，真的。听到我有心提醒一下，要剥满100只，你吃了一只就少一只啊。吃一只少一只不是正好？尽量克制一下，肚子里的不算。哎，干什么？老板娘特别开恩，让他吃一个。你呀，大个子，1.8米，哈，不止1.8米了，老板娘。不止1.8米，好吧，那就算我看错吧。老板娘，你对我好一点，我待会买10斤龙虾回去吃。哦，照顾我生意啊，那当然好了。我看一下，越来越多了，应该快有100只了。这个真的好辣呀，但是又忍不住要吃，怎么这么好吃啊？那当然了，秘制的，知不知道啊？这个是普利司通3星小龙虾。普利司通是什么意思啊？普利司通啊，米其林3星，知不知道？米其林3星知不知道？米其林轮胎吗？对呀，米其林3星啊，我们这个不是米其林3星，我们这普利司通三星。普利司通？对呀，也是卖轮胎的。哎，真是搞不懂啊，这年头为什么卖轮胎的都喜欢去凭借性？小心被打了，老板。快要剥完了。加油啊，胜利在望啦。这样吧，看你们播的这么慢，彩色弹幕持续30秒，就再播5个就可以了，但必须得先持续30秒啊。题目你没完成吗？我觉得马上就播完了，不需要了。那你播满100只啊。这盆子都不止100只了。没有满100只，我数过了，才88只。那你马上来数一下这个肉啊。好，到底要不要，到底减少要不要？不，我心疼他们的手速。要不要？不要啊。可以说爱生活爱 Tibo 啊，朱莉啊，场记啊，播得慢一点吧啊！你看都播完了，看到没有？我们不，大家手速不用那么快啊！我们不受你指控。那边想吃可以吃啊，端走也行。我们是不受操控的。朱莉，你怎么那么实在呢？慢一点。可以，引起民愤了，我们是。哎，我们要播完了，太好了。提莫，我不得不说，虽然你不需要，但是弹幕没有停过。真的吗？真的，你自己看，弹幕没有停过啊，这点很感动。最后再播3只吧，算了就。要哭了，好吧，不播了吧。最后再播3只，这里面一共就剩5只了。老板娘，你生意到底做不做了啊？他们一直在帮我刷哎。对啊，一直没有停过，不管是天猫还是各种各，都很棒啊。那我们就停了。谢谢大家。他们都心疼我的手，导演真的是铁石心肠，只能说。啊，可以，终于播完了。哎，人间不拆。大家洗洗啊，你们去休息吧。助理场记也休息吧。老板娘，下次我来给我打折啊。好，没问题。做完任务了吗，老板娘？就算你做完了。好吃。至于这一关的通关服，你等着，我拿给你。通关服？通关服是啥？来，这就是你这一关的通关服。
我们青岛的特产，知道这是啥吗？这啥呀？这啥呀？脸基尼呀、啊。要不要带一个试试？比基尼？脸基尼，给脸带的比基尼。给脸带的比基尼？要不要带一个啊？你带吗，老板？我带，我带一个给你看。好好好，真的要带啊？哎，老板。那我说了，我带完了以后，你可要带啊。嗯，啊，我不带。哎，老板，我吃了这个小龙虾，胃好不舒服啊，好辣。请问有什么办法吗？你好像个小偷。哦，像个小偷啊。对，好了，算了，不跟你搞了。嗯，啊，把你的通关图给你啊。老板娘，老板娘，你这么不在乎我们期末吗？人家肚子不舒服了，你着急给什么通关的？你不先照顾别人吗？哦，对不对？怎么做老板娘的？以后不来吃了。好吧，来，大家谢谢。干嘛呢？哎，那两位。你好，就是我刚刚吃小龙虾被辣到了，你是医生吗？我是药师。药师啊，就是如果被辣到了的话，有什么办法让胃舒服一点？像是刚才是不是吃了很辣的东西是吧？对，这个肯定会刺激到我们的胃呀。像小姑娘，我跟认真跟你讲啊，像我们这些胃病，多数都是吃出来的。像尤其是在诅咒我吗？倒不是，尤其是呢，就是吃这些，你像你们这样的愿意吃辣的呀、刺激性东西的这些吃货们。就容易辣那个把胃辣坏了嘛。那我们平时要怎么注意呢？就是事先要保护我们的胃呀、啊，保护只要胃不痛了，我们就能痛快的吃，对不对？万事呢我们都不能过好熟悉，万事呢我们都不能过度，过度的呢它就会可能是刺激的比较厉害一些。那平时我们胃不好呢要怎么办呢？就是保护好胃，然后饮食呢也要注意的，一定要注意饮食。如果感觉不舒服呢，应该呢就是服用一些药物呢，或者马上就医，就这样了。所以就是吃东西不能过量，是吧？那对。所以刚刚我吃多了，是吧？嗯。太辣的、太刺激的也会刺激到我们胃的呀。嗯。啊，影响我们胃，也会引起我们的疼痛。那我下次少吃点。嗯。谢谢。注意一下。好。谢谢。好。导演，我现在要去哪里啊？完成第二关了。你别急，在这里呢。虽然药剂师刚刚走了之后啊，但是你两个好朋友达达和喜喜，他们好像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你看，他们要出来喽。给他们一点时间，看看他们会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表演，好不好？好，期待一下。好吧。谢谢我们的达达和喜喜。在斗鱼和天猫观看直播的小伙伴可以通过屏幕下方边买边看链接到阿里健康大药房购买达喜，有实用又贴心的惊喜要送给各位。总之呢，平时胃不太好的朋友们，家里常备胃药，胃痛防不胜防，提前做好准备，保护胃很重要，达喜很重要。那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地方的龙虾树啊，老板娘，100只有了吧？有了啊。所以老板娘要不要表示一下呢？是什么？来，这就是你这一关的通关图。谢谢老板娘。啊，收好啊，不要再偷吃了。刚才被你偷吃那个小龙虾了。等一下，我这个可以吃吗？少一个，当然不能吃了。但是看它没有包装啊。可是有大用处的。什么用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刚才说过啊，这个是通关秘籍，不能吃哦。好吧。你吃通不了关了。好吧。好了，祝你下一关顺利。那导演，我们下一关是要干嘛呀？有，哎，谢谢老板娘，老板娘我们走了，帮我拿一下，祝你幸福，哎，提莫啊，接下来呢又是一张任务卡要给到你了，希望你下一关能有更好的表现，好不好？好，加油。第四关吗？第三关。哦，第三关找到夜市最大的烫子，烫。行，那我们去找一下吧。烫的话有什么东西啊？你可以来问一问路人。咦，这里有位。哎，别走，哎，你好，哎，你是少先队员吗？是的呀。然后你是来吃东西的吗？嗯，是呀。你知不知道就是这里有什么是最烫很烫的东西啊？我不知道。那你要准备吃什么？我最近吃过了，所以我也不知道准备吃什么。
不知道吃啥呀？你吃晚饭没啊？我还没有。还没有啊？你觉得什么最烫吗？我觉得我也不吃。你几年级了？五年级。五年级啊？哇，你平时都戴红领巾哎，看来成绩一定很好。嗯，不。好吧，那你快吃吧，拜拜。好，那他不知道，那我再找找。我觉得可以问一位成年人，可能会给的提示更多一些。刚刚可能是小朋友，知道的不多。可是小朋友很爱吃啊。你好。哎，你好，我是那个，我是在找一家就是最烫的店，你知不知道什么东西最烫？不知道。嗯，那你有没有见到最烫的店铺？没有。那怎么办？可以点外卖啊，为了外卖现在正在搞夜市活动。啊，不是那个夜市，是夜宵好店的意思。在他们家现在点外卖的话，点100块钱的小龙虾都能便宜一半的价钱。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上面点外卖。还可以点外卖、啊？对呀、啊。那外卖可以点那种火锅什么的吗？嗯，可以的。真的吗？现在外卖这么牛？好吧，那是不是我要点个外卖呀、啊，老板？导演，是吧？找不到烫的。是不是想要点外卖？对，在饿了么上面点外卖，对不对？哦，好啊。这是被允许的，但是你没有手机，可是达达和西西有。他们有手机。可以帮你点，好不好？啊，达达西西帮我点个外卖好吗？来，我们让达达和喜喜在饿了么上为提莫来点一个火锅。好，那么这样吧，提莫，在等待外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来进行下一关游戏挑战，好不好？好啊。来，给到你。哦，先进行第四关是吗？对。找到夜市最大的冰字店铺，完成任务，取得产冰兵器。冰。那我们找一下吧。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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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哎，我一下看到了，这个隐藏的太不好了，我只能说，一线冰坊，那应该就是这里吧？好，冰坊的嘛。不是吗？哎，老板不在，那我们去其他店看看。大肠包小肠，金桔柠檬汁，这个会很冰吗？哎，这里感觉有冰啊！哎，你好，你们这是最冰的店铺吗？对。啊？什么？你们这个就是最冰的店铺吗？对，我们算是。算是啊。对。你们有任务给我吗？没有任务。你们这个是就是鲜榨的果汁吗？对，鲜榨的，100%鲜榨的。多少好喝？就是有多少钱一杯？这种的话，戴帽子的22，夜市杯20，喝完还可以续杯哦。喝完还可以续杯，就免费啊？续杯只需要半价。哦。哎呀，我不行。最小杯是哪种？小杯是这种迷你杯。它其实一个人的话可以来杯双拼，它两种口味都喝得到，又划算。这种，这个多少钱呀、啊？20。我没有带钱。对，手机也可以的。手机没带。刷脸也可以。对啊，刷脸也可以的。那我可以刷脸吗？可以呀、啊。哦。啊，那可以给我一杯吗？啊、我要迷你的就好了。迷你的。好的。谢谢。用好，谢谢。要冰块吗？啊，不要冰块吧，我胃不好，不去冰吧，去冰就好了。谢谢。刚吃了烧烤，有点辣。我还有小龙虾。但是好像这不是最冰的店呢，我好像只是，就是他们没有给我任务，应该刚刚极限冰是吧？要多久呀，老板？马上就好了。嗯，好的。好渴呀，好渴呀！哦，谢谢。那我就拿走了。可以谢谢老板。啊，很冰，但是很好喝。哎，这里就是极限冰坊啊。
老板，老板好。你这里是最冰的店铺吗？最冰的店铺。对。应该算是吧。算是啊。你怎么这么严肃啊，老板？对啊。然后，请问你这里有任务给我吗？有任务，当然有。有任务。我会为你做一杯专属于你的水果冰茶。啊，那太好了。不过，所有的材料都在你身后的那个冰盒里。哇！我希望你，我身后什么时候多了这个？为我从这个冰盒当中啊收集十种不一样的水果。要十种不一样的吗？对。怎么收集啊？这里还有一个神器给到你。这是啥？一个纸网捞金鱼的网，你就用它来为我收集齐十种不同的水果吧。当你收集齐了，我就会为你制作出那杯超级冰爽的饮料。用这个捞水果吗？但它是纸哎，应该碰水就会掉的呀。不是，怎么会知道呢？那我先试一下。不行啊，老板。来，我可以拿这个装冰啊，来加油。行啊，导演，能不能就换一个这个漏勺？想要换一个啊？对，这样吧。这个捞不起来。你知道有些人很聪明，叫达达和西西吗？哦，又是他们。达达和西西吧，他们就导演聪明，好不好？来，达达西西。达达西西。我问你们问题呢？就是你们可以帮我吗？就帮我把捞十种水果到那个杯子里面。这个已经被我捞破了。哎，两位。这里还有很多哦，多多尝试吧。再多应该没有用，都是纸啊，老板。达达和西西脾气很倔啊，硬要拿这个纸质的，好吧？哎，可以，加油加油，小心一点哦，还要掉了。我不要冰块啊，放这里，我只要水果啊。还有一个，哎，一个了。不要冰，不要两个。你刚刚说的要冰块，导演。我不要冰啊。不，我们有录像的，你刚刚说冰块放在。我不想，不要冰啊。哎。刚刚他们都听到了。你们觉得这样冰的一般，你们要多久时间？太久了，又坏了，又浪费了。那怎么办呀？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给他提供？我这里又多了一种。没有办法吗？这啥？哦，他们可以帮我把冰块摇走，我允许了吗？这样吧，允许也可以这样。提莫，我这里有一部多余的不用的工作手机，我们让网友打电话给你，如果他们可以帮助到你，回答对我说的问题，我就让他们用桶来帮你把冰块去掉一点，可不可以？什么问题啊？先说好。问题先不告诉你。就他们现在就是在，对，就是一会儿我们把号码报出来，第一个打进来的人可以帮助你，无论男女老少。这样，敢挑战吗？有可能他什么都不知道，有可能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要不要挑战一下？答错了那个全部老板的冰全部交上来哦。就你把手机电话报给就是在电脑前的他们。斗鱼、天猫都能够打进来。哎呦，我紧张，没有人打怎么办？不会啦，这个电话会爆哎。哎，这个代表是直播好。对，这里是直播。那就是你的问题是啥？我的问题现在不能告诉你，一会儿才能告诉你，很简单。我都知道问题了，是不是六个字？八个字。八个字。天王盖地虎，不是的。等一下，各位，我出来观察啊。现在呢，我要把手机号码告诉给你们。一旦有这个号码之后呢，你们就可以正式打电话给提莫了。准备好了。哎，我好紧张。来，导演来报吧。五，前三位是186、1625。072，最后一位，1186-1625-0721，1186-1625-0721，赶快打起电话，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即刻给我们提供电话了。来嘞，有，开个免提，还开免提啊？当然了，不然你们聊什么？我怎么知道？太坏了。等一下，哎，他挂了，又来了一个。哎，等一下，哦，哎，怎么一直在有？怎么可以连续接三个电话呀？你看这是三个。不是了。我等一下了，没有，我来了，按一下，等一下，先住，对对对，
不行，你这个就是哇，真的好多人打电话过来，电话快爆了，等等一下啊。你要这种方式，那我真的没有办法。对人气很有信心的提莫，来交给我，我来帮你处理一下这个电话，好不好？免提了，喂，喂，你好。免提了吗？他挂了。他挂了。嗯。啊，那朋友，你真的是太可惜了，要不要报你尾号？没有，有一个保持，有一个保持的，等一下。OK。哎。哦。太多了，你可以给，不能给他们。喂，你听得到吗？这样吧，提莫，你先把手机给我。不行。我来赶紧修复一下，好不好？好。你在趁这个期间要不要来表演一下？有一首主打歌，我刚听到啊。我知道你最近有首主打歌，对不对？也是为了我们此次有专门的唱一首歌，对不对？啊，是。你自己还记得哦。是龙虾火锅，韦俊杰。好，歌名这不是我的主打歌，这是那个宣传歌。我知道，我知道，宣传歌其实很好听，我也很爱听，也很洗脑。这样，你跟我清唱一段副歌好吗？就一点点。我记性不好，记不住词。那你唱一首你最拿手的歌也可以，就一段就好。两句我也会很满足，他们也会很满足。好气哦，你让我在这里清唱，妈蛋！就两句好了。那我就唱这个歌词里面的两句吧。好啊，我想一下。那我唱15的韦俊杰吧，原版。好啊。蒜儿睡在秋天的土壤，大闸蟹在温泉边红了脸庞。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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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装是九月的桂花娘。好了，导演。听说有一个不幸的消息，我要跟你分享一下。在这里，我要跟郑重的和各位发誓一下，因为电话拨打的次数太多了，电话爆了。我发誓，电话爆炸了。我就说不要用这个方式吧。是真的爆炸了，对不起各位，真的是对不起。这是什么手机啊？一下就爆炸了。我不告诉你，反正是一个韩国的牌子。大家就不要买了。真的对不起各位，真的对不起啊，电话爆炸了。但是呢，我们给福那个提莫的福利还是不会减低的，好不好？还是让达达和喜喜可以来帮你免费摇走三桶冰块，好不好？好吧。三桶冰块来。对。发来谢谢。这是导演的锅。我就知道，就是很多人会打这个手机。好，各一桶，还有各两桶啊。三桶很少哎，导演。三桶太少了，导演。多有一点。一人三桶，两个人六桶啊，提莫。我刚刚其实听到一个小伙伴他在喂喂喂了，但是声音就很小。好，这是第三次六桶了啊、哦。在这里呢，还要再次提醒各位哈，天猫平台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只要疯狂点赞，点赞数没超过10000呢，我就让达达和喜喜再帮提莫。各拿走一桶冰块 ，OK 吗？还会10000的点赞，还可以有红包礼哦。我不知道。谋福利哦。在斗鱼直播呀。点赞数没超过10000呢，我亲自，我跳进去帮你把水挤出来。啊。好吧，如果点赞数超过10000，我跳进去帮你把水挤出来。要不要再试一下？不要了吧。好，到40000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下一波红包雨在天猫平台上面，希望各位可以加油哈。导演，算了吧。太苛刻了，导演，我觉得你搞定的啊，我觉得看达达和喜喜帮你搞定了这么多冰块之后，要不要再来试一下？啊？要不要再来试一下？好啊，冰块好不好？捞啊，来试一下，来，那我放水果嘛，来，来嘛。你非要给我换一个，好吧？我有点小建议，比如说你可以拿2-3个叠在一起，会不会效果好一点？也可以，是不是要夸一波导演？哎，导演很聪明，但是你还是很苛刻，这样是找不到女朋友的。导演，哎呀，破了！提莫，哎，天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怎么了？我又买了个新手机。然后正在线上，抓紧时间哦。谁呀？时间不长，30秒后就它已经不会销毁哦。就是都对，又在哪？不要动！不要动！可以说话了。喂。Hello， 你可以说话了。你好，怎么称呼？哎，你好，我叫、你好，你好，我听到你说话了。OK， 可以的。你是在看我直播吗？我有在。我家提莫在那边。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东西。你在说什么？我声音可以大一点吗？我说天。我家提莫185是吧？最威武好吗？哦，最威武可以。然后我现在是要做任务嘛，然后你可以帮我嘛，就是说
接下来呢，你要仔细听好，导演要说话了啊。接下来有六个字，你能够帮助到提莫，就是那六个字。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字吗？就是我们本次直播的一个最大的主题是什么？那六个字，大声的告诉我，我就帮提莫去掉半桶的冰块。六个字是吗？对。是我真听到了，真听到了，胃不痛痛快吃啊！那谢谢他给你打电话过来，那么要谢谢你帮助提莫呢，搞定了半桶冰块，就这样了，拜拜。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甜蜜哦！你跟他讲话的语气跟我讲话的语气完全不一样。那当然，你对我这么坏，我当然也要对你坏一点。哇，你生气了？当然谢谢啊！再帮他把冰块搞掉半桶吧。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老板啊，要不要给他一点什么好的福利啊？比如说把这个勺子稍微变大那么一点点是可以的吗？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先等他们两位把里面的冰块搞定，冰块全部搞定是不是？太难了。我再看一看，我这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帮到你了。老板，帮帮忙吧。如果你们在斗鱼的天猫平台上面持续不断的为他找一下或者是评论的话呢，谢谢，只要到了一定的数量啊，也不会很多，只要坚持30秒，我们呢就会有很多福利。如果说你们坚持的时间够久，这些冰块导演亲自帮提莫全部捞掉，好不好？然后就好了很多了嘛，对不对？给我吧，老板。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东西啊？哎，我想问一下这位，他现在我吗？对，是导演啊。啊，导演啊，导演，这位导演，现在可以给到他一个小小的奖励了吗？提莫想要吗？想要哈，给我吧。不要他说我是坏人了，好吧？给吧，这一关就放他一马吧。那这次可真的是神器了。谢谢，谢谢老板。可是还是有很多冰块哦，你自己要考量一下哦。可冰块不是可以也可以了？冰块不能放在里面，我要纯水果茶哦。哎，还是这么苛刻。导演，你有女朋友吗？没有，你可以帮我介绍吗？不是，你这样怎么可能找得到女朋友？你是不是在讲段子对不对？不是，我是说实话。真的、啊？那我把杯子拿远一点，你丢过来吧。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还是挺难的，对不对？这样我要求不高。各位。不难，评论继续10秒钟，打打洗洗，把冰块全部捞掉。真的不难，只要再持续10秒钟，好不好？不要停，不要停，千万不要停。不是导演太坏了，我是不想逼你们的，就让我放点冰块嘛，有冰块好喝一点。五、四、三、二、一，好，打打洗洗，来，帮他把冰块全部都去掉吧。谢谢，好了。啊，可以了吗？还差一点点啦！啊，我把冰块全部都去掉，好不好？来，来，谢谢。哎呀，全部去掉太难了。好，各位在观看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天猫平台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只要疯狂点赞，点赞数没超过10000。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惊喜要送给大家，10000的我先不说，我说个别的，是超过100000的话，哎，就会有很大的红包雨。你把水果都丢到了地上，不好意思。只要点赞数超过40000，就会有一波红包雨降落在你们的面前。40000不多，本来是100000的，他们跟我说涨到40000吧，可能是因为这个导演普通话不好，40和10不分。只要点赞数到40000，就有红包雨。斗鱼也是一样，彩色弹幕不要停哦，也会有很多福利给到你们，给到提莫的。没有，很重啊，让你们都是给我搞的冰块，重重重啊！这里全是水果，可是放不下了。那要不吃了吧？好 ，OK OK， 可以。棒棒棒棒棒！好，我们看到了，就是提莫完成了一杯水果茶，很重。那我来拿吧。很重啊，一杯水果茶就挑战成功了，所以在这一关，我觉得。OK 是吧？我觉得 OK 了。我手都冻红了，刚刚伸下去捞勺子。他们会心疼的，手都冻红了，对不对？要不要给你吹一下？好，来，这关通过了，可以来问一下老板有没有什么通关的密码要给到你，好不好？好，来，老板有没有什么通关密码可以给到我？好，那首先让我用这一杯为你做一杯饮料。好呀，好呀。哇。我要喝吗？可是我们的手刚都伸进去了。可是要喝一哦，专门属于你的，因为粉红色我看很符合你今天的心情。我觉得这个有点好吧，好吧，那我真的喝一口吗？老板你来口，我也来一口。哇，太那个了吧，好吧。啊，那
这就是你今天本官的通关符。谢谢老板。收好了，不要吃了，什么？千万不能吃啊！啊，好，不吃，我再喝一口，我再喝一口，感觉太好喝了。咦，好冷，好冰啊！哎，感觉提莫是不是很冷，对不对？对，我本来就穿的少。本来穿，其实今天还蛮冷的，阴冷潮湿哈。对啊。如果觉得冷的话，这个时候我觉得有必要让达达和喜喜呢，来为你送上一点温暖，送上一点福利，好不好？让他们来温暖你一下，好吗？我不要。不能不要，他们是你的好伙伴，怎么可以不要呢？还要怎么温暖我？哎，各位在斗鱼和天猫观看直播的小伙伴，可以通过屏幕下方边买边看的链接，在阿里健康大药房购买达喜，有实用又贴心的惊喜要送给各位。总之，家里常备胃药，要做好突发胃痛的时刻准备，就是达喜，耶、yeah ！谢谢我们的达达和西西，谢谢，非常棒，谢谢。哇，其实听说到现在为止，你好像有三关了哈，真的还挺不容易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还记得吗？为什么是三关？但是我发了四张任务卡，还有印象吗？四张任务卡，但是却只完成了三关，对不对？有没有发现自己好像少了一关什么挑战？刚刚好像是跟烫有关的。跟烫有关。你好，谁点的饿了么火锅外卖？哎，好，外卖，你好。我点了外卖到了。哦。来看，哎，是我的外卖吗？你问他一下喽。你好，谁点的火锅外卖？我点的火锅。是你点的吧？是我点的。给您放到哪边？放到那边桌子上吧。那桌子上是吧？哇，火锅到了也好快。放到这里。那好，可以吧？谢谢。哇，这个袋子真好看，好香啊！哎，好香！我饿了么小哥就是贴心，这么多菜，真棒！哇！对，您一共是点了50块鱼丸，您一定要全部吃掉啊，不要浪费。我点了50个鱼丸，我知道。小心烫啊！嗯，好，好像都开了，哇塞！外面现在可以直接点了50个鱼丸哈，对哈、啊，要把它吃完啊！我要吃完50颗吗？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鱼丸，真的是鱼丸啊！说实话，这个点看到鱼丸其实蛮饿的。你要吃吗，导演？我们来一起吃。导演不饿啊。那这个是我烫的任务吗？什么任务啊？你可以先把它捞出来吗？先捞出来。试试看吃一个吧，告诉我好不好吃？毕竟我看着很香，闻着也很香。那我坐这里。小心烫哦。好。咦。香啊！要吃是吗，导演？我觉得如果太烫的话呢，你也可以让达达和西西帮你吹一吹。如果不烫呢，可以直接吃。我不要他们吹，我自己吃。哇！小心烫，我真的很烫啊！哇！所以你决定要一个人吃完这50个？吃不完，太多了。我刚吃了好多，已经很撑了。好，各位在提莫吃鱼丸的时刻呢要注意了，无论你们是在天猫还是斗鱼观看直播，你们都要注意了，只要疯狂评论胃不痛痛快吃，天猫平台的评论数每超过5000条，我就派达达和喜喜来帮提莫吃鱼丸。那还同时呢，喂，1213收到吗？这是5号，5号机听到吗？送出5号机有声音吗？5号机冯提莫签名照一张，很厉害了，我自己都搞不定了。这个签名照我们俩靠这么近我都拿不到，真的是抓紧时间，因为你太坏了。好，那么如果斗鱼的平台满屏，弹幕是胃不痛痛快吃，天猫平台评论数每超过10000，我们这里呢还会有一波更大的红包鱼要降下来给各位。所以说提莫，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了几个了？一个吧，你还有49个。啊哈，想让达达和西西来帮你的方法我也说过了哈，你也听到了。无论是小心烫，真的小心烫，你也可以喝点水哈，千万不要烫到嗓子了。无论是天猫还是斗鱼，只要他们不停地帮你点赞，帮你刷痛，哎，帮你刷评论，我就放达达和西西来帮你吃。而且你也知道，我有很多灯光师啊、场记啊，对不对？老板啊都可以过来吃，请他们一起来吃嘛，好不好？
啊？请他们一起来吃嘛，大家都饿了。可以嘛？但是我不让他们吃，他们不能吃的。嗯，那就让他再帮我刷一下弹幕。哎，看着屏幕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看这里吧。哪里？这里。就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然后就是刷胃不痛，痛快吃。然后呢，这五是科鱼丸，因为我刚刚吃了好多，然后又很辣很冰的东西，然后现在吃不大下了。然后我就请很多朋友一起来吃周围的。然后你们刷这六个字呢，然后他们就可以来帮我吃。然后吃完这五十个呢，我就完成了任务了，我就通关了，好不好？谢谢大家帮我刷弹幕。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忘了这一句 slogan 啊，胃不痛痛快吃，胃不痛痛快吃，胃不痛痛快吃。这句话在今天晚上可以好好的帮助提莫减轻很多负担的。我们再来持续最后的五秒钟，我们让大家和西西来帮你，好不好？五、四、三、二、一，大大和西西上场，谢谢。